报道有意思。嗨，咱今晚收听的是报道有意思，我是赖敬贤。那有一个工作吼，伫即个台北市啊，都会做一个时尚造型师啊，搁再吼去参加即个电影吼，咱大家一定有足侪人看过《海角七号》吼，即内底即个服装造型嘛是伊做的，张雅琴老师吼，难怪做做的吼，伊登去华联吼，啊当遐教囡仔吼画图啊，做出些趣味的代志吼。那我就跟转变来，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雅琴老师。好，雅琴老师哈、哦，那个《海角七号》哈、哦，像我们记得的是大部分的现代片嘛哈，啊，有的会回顾到以前呐、啊，哈、嗯哦，那个正经跟不一样一张嘛，那个服装造型是按哪走？服装造型呢、哦，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啦，就是观察，比如说它里头有会某杯啊，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像，像阿嘎，他是一个摇滚歌手嘛，然后我要选他的造型之前的话，我可能就要去从网络上啊，或是从电视上，或是用各种资料的方式去找寻到他们应该这个角色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这样子。对，然后要了解说啊，这些衣服我要去哪里找、啊，可以，或是去哪里才能买得到？然后比如说像那个摩北的衣服，可能就要去蒙甲邦嘎遐，邦嘎遐有较侪迄啥啊，较复古。那有诶嘛，有较流行诶，有较复古诶，啊，佫无共回咧穿吼。对、那你除了像做电影诶，即个服装造型，你平常时敢有甲人做？平常时哦，迄时阵就是。电影是我的梦想啦，啊，但是他那个电影嘛，不是讲大家拢会给他拍的呀，啊，那是无电影无工作啊，所以我就会接一些广告啊，广告或者是做一些平面的造型的部分这样。那其实你的工作是算嘛，真正较就是较造型、较设计的这款工作。对，嘿。那一般的理解，像这款型的工作是都唔较。较都市较侪啦，吼，所以你之前应该拢是伫台北。无呢，我之前的工作其实是伫丰滨，是在花莲的丰滨，迄台十一线上有一个叫做迄台十一线有一个丰滨国小。迄是我之前拍电影的剪接头路啊咧，我在那边教孩子们画画，都那边都是原住民的孩子这样子。对哦，安内。对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不会教师证的代课老师啊，我自己也没有修教育学分，只是很就是只是一个美术老师这样子，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在进到学校之后，我在那边带孩子们画了一年，然后因为现在校改的问题啊，还有一些政策的问题，所以我为什么会离开丰滨？主要原因是因为刚好学校他想要请的不是想要请一个专业的美术老师，而是他想要请的是一个代课老师、代理老师，然后我本身是开教画图啦，刚好这个工作就无啊，我就决定啊，我觉得应该是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能力一定是不够的。我需要重新再学习，所以我就想说，你好好做陶罗伊娃，我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我也要作为坎坷这样子？刚好因缘机会，就是有机会看可以到台北，然后刚好很幸运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拍了《海角七号》啊，可是然后《海角七号》之后，你继续留在台北吗？我估计就留在台北啊，就是平常就是接一些广告啊，广告的造型啊，这样子。那你大概是做多久了？你想讲，要搁再回去华联？哦，差不多三年哦，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啊呢。但是只在三年时间，这中间就是常常会在想说。这个讲起是我想要的生活嘛，这样子。什么样的生活？就是都在帮嘛，做几个美术设计啊，哈，设计的摊位。你刚刚你想那刚刚这不是你想要的生活？
因为我发现到说在演艺圈的那个生活不是对我来讲他好梦幻哦。嗯，因为之前自己曾经在部落里头生活过，所以我可以深刻体会到什么是所谓的现实生活，真正的生活这样子。嗯，然后我们常可能因为工作啊预算啊可能可以吃到好的东西或是贵一点的东西，因为我常常要做一些造型，我就要进到百货公司接一些精品。嗯，然后每一件衣服都好几万块。那我就会回头想说，哎呦，我们那个部落的孩子其实有很多孩子其实是没有鞋子的。嗯，嘿啊，当年是没什么穿没鞋啊，甚至冬天还是没有袜子可以穿的。嗯嗯，然后呢，甚至很多其实到现在很多人家里还是没有瓦斯的。嗯嗯，然后每次就是在工作当中可能吃到好的东西或是用到好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反思说，这样好像是其实我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们，好像比在做造型这一块还来得有意义啊那啦。这个雅金老师，你心里总是有一个部落小朋友哈，对，就有一个声音是在我心里面一直不断的串出来这样。嗯哼，所以三年我过去，虽然感觉讲多起嘛，不离啊喜欢看的拢足好诶哈，啊，讲来讲得好米，可是反而会觉得说，不是很真实哈。对对对，就会有这个感觉。啊，嘟嘟啊，后就是我阿嬷那时候从小到带我们一起长大，阿嬷，阿嬷我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然后我就决定说啊，在阿嬷就是那时候阿嬷已经高龄了，已经快90了，然后就决定说啊，我还是回家乡这样子，然后回去陪，就是陪我的阿嬷这样子，这样子，所以我才毅然决定说好，那我就回家吧，这样，所以你过点位台北等于花莲哈，当然你心里在台北常想到花莲，可是当你回去。你适应上有问题吗？其实还蛮开心的哎，就是比较脚踏实地的感觉。不过在真正在生活这样子。可是那工作上呢？你可以马上找到适合的工作吗？哦，工作上面哦，其实我一回来，我就陪我阿嬷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都没做什么头路啊呢，就陪伴他。嗯，不，这嘛人生诶，这嘛是人生诶套路啦，哈、哦，人生的功课啊，可是真正是没有工作了哈、哦。对啊，可是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对我来讲是很开心的。可以，就是我怕我自己会有遗憾，所以我就决定说好，那就先陪阿嬷这样子。这样啊，对啊，刚好陪阿嬷之后。阿嬷刚好就因为年纪大了就离开了我们这样。很快的我就刚好又找到另外一份工作，就是又回到了学校，去上课这样子。这样子。还是一样是教孩子们画画。还是教画画。对对对。所以你到这个阶段你提到一些你真的很喜欢的工作，然后回到你很喜欢的地方，是这样吗？对。是甘愿的甘愿啊啦，因为之前我想说我还要嫁为多年啊，然后过来要嫁钱啊，我过来要冲钱啊，这样子。然后就想说，我想要出去外面学，然后想要去外面看一看。形式不是说太重要啊，重点是我想要去学习。然后我觉得去拍电影，然后去做造型，然后做黑平面这套咯，对我之后来教小朋友画画的时候啊的。影响跟观察，在引导过程当中是有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一个很大的帮助这样子。那不过雅金老师，像讲动华联，你现在因为你会回到花莲嘛，哈，对对对，你是动到一个教小朋友，你在代课晓代美术课，对，我平常呢就是拜一到拜五呢。我就因为爸爸妈妈都希望你有一个温情的头路，正直，对，所以我常常都会跟我的朋友说，我用夹夹在那双黄线上面，就是心里很想要，就是到部落里头教孩子们画画，陪他们这样。但是吼，还是要过生活，爸妈还是会担心啊。所以我还是乖乖的，就一到五就是在学校里头代课。可是我是终点教师啊，带的还是一样是美术课，美术就很坚持，对，就是上美术课。然后五六日呢，就是我 Vicky 我亏待几，我就会开一台我的小
小小的车子这样子，嗯，然后我就把我的工具啊，然后材料啊，我就会到，我就会巡回到部落里头教，就是陪孩子，陪伴孩子们画画的，这样创作。嗯哼，你讲这个去部落哈，自己塞车去安尼哈，实际上这是不是表示讲全讲部落来的这个教美术啦、教画画的老师较少，还是根本无？其实吼，最近我看了有一部电影叫做《逐梦上学路》，它讲述的是就是摩洛哥啊、肯亚、印度、阿根廷这些小孩子如何上学的。如何？就像有的是用走路的啊，然后走路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大象啊，然后可能会就是可能要上学的路，可能用走的，走要走一个小时多这样子。然后同样的，在封冰啊，或是在春日这些地方啊，你现在很难想象到现在这个地方这个部落，它只有一个交通工具，就只有公车而已啦。西华连要是要到封冰啊，大概要50公里。然后同样的呢，孩子们呢要上学的话呢，他们其实在封冰遐，又是封冰那里啦，封冰那里哪是要读国中，读完国中毕业之后，高中你势必就要到花莲来读书。所以这群台十一线上面的孩子，都必须国中毕业之后就要独立的成长这样子，然后就要到花莲，然后坐公车啊，公车的时间差不多要点半钟啊呢，一抓啊，嘿，一抓拢要点半钟哦，来回要3点钟哦，公车呢哦，那坐袂到边呐？那个应该也没有很多班次嘛，哈，对哦，坐袂到就只要等后一班啊，因为无火车。那安尼你入去教一个，就是去给人教画图吼。你这样嘛是爱塞足久的吧？开车较紧啦，因为公车吼，爱坐来坐去，就爱坐来坐去啊嘞。所以同样的啊，一些老师啊，就感觉太远啊，无就讲去开车啦，大人就想讲要上伫迄上近的所在，所以遐迄台十一线遐，光是要找一个代理教师都很难找。每次开缺一开，然后我就在开了3次，还是没人要去啊那样啊，所以赶快嘞，光是一个代理教师就很难找，更何况被专业美术老师或是音乐老师或是英文老师，还有困难啊。所以伊唔是干呐，伊是连师资都有问题啦，哈，连被老师被来，因为交通太遥远了。对啊，遐个孩子被出来读册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所以那边的孩子如果可以读到高中毕业，或是大学毕业，我们真的要改拍婆啊。咱今麦很灵，访问是张雅锦老师哈，因为特别访问这个雅锦老师是女一些。我来到台北的街头咯，哈，这马哥做海角七号，也是造型师哦，哈，是时尚圈呢，是混时尚圈呢，哈，大家可以就精品哈，吃很好吃的，像这个时尚造型师，大概影响的一花一花这样。可是呢，心里底还来去想到一花莲的囡啊，哈，花莲的这些学生呐，所以登去教册，哈，心里住着一个花莲小朋友哈，而且呢，加五六日啊，可以塞车哈，去教因画图哈。不过雅锦老师，因为这是你。李胜利的志愿呐，不过你去改改哈，你敢不敢嘞？小朋友真的很有兴趣吗？他们的学习力跟那个学习动机，常常都很就是感动了我。像那顶礼拜啊，中秋节，我想说啊，中秋节我终于可以休息了，这样子。对，我就安尼喜欢嘞，自己还在那边偷笑说啊，我终于可以休息了，就没想到嘞，好店就泡掉了，嘎公公。小朋友自己决定，他们自己决定哦，说他们中秋节他们还要上课啊！我听他姐就是他们自己开会决定的，然后我想说哈，他们要上课啊 ，in I voting 啊，对，然后我想说他们这么想要上课，然后我就是心想，好吧，那老师就在开车，就是在过去陪他们这样子，就真的全部都来了，哦、然后我就对，后来才发现他说，因为他们。他们家里附近没有所谓的嘿安亲班嘛，不啦，才艺班都没有，你就看到就是山跟海，跟一家 seven 啊那年啊杂货店，就是小孩没有什么休闲娱乐，别人说如果我们用假日的时间有开一个课程，然后不管是画画或是音乐什么都好，其实孩子都很乐意来学校来学习的。那雅锦老师，你有几个学生啊？我今嘛，哎呦。
我来算看看。这么多哦。部落啦，封兵啦，如果封兵来讲的话，我当现在我们的画画班大概是差不多有25个小朋友啦。对啊，在春日那边我们一个假日画画班，那个是礼拜六的时间，大概也差不多30个。如果说平常如果在市区的话，也很多呢。还蛮多学生的。那因为付你的学费会因为你这么远跑去也比较多一点点吗？也没有呢。应该是说自己也是土生土长的花莲丽娜啦。我们之前小时候也其实也有很多的梦想，或是有很多很想要学习的想法，跟一个就是很想要去学习，想要看看这个世界这样子。可是因为其实偏乡其实偏乡的孩子并不是弱势的孩子，就是因为高通啦，他很黏啊，四肢没办法，对，四肢没办法导入，所以会影响他们的学习跟成长的过程。我自己是感同身受。对，这个雅金老师你说这一点有根据，因为你就是花莲人啊，你大汉起来。对哦，对对对。所以你有跟小朋友营做一个为一个那种味道的绘本嘛，齁，可是后山小手印，对吧？但是像说你画图，因为一般也是需要定一个主题嘛，对不对？而且后山小手印是花莲的小朋友画的。其实后山小手印是2012年的时候，我跟黑意见基金会我们一起共同合作的一本策划的一本书。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也很有趣，是因为这本册也带着我一起去旅行。也带着我去到各个部落去了解不同族群的故事跟语言。对，然后这其中除了花莲黑水莲阿美族的故事之外，我还去到了大武。大武是台东的最后一站。它是大武。然后其实大武过去就要到往高雄了。然后再来就是到了台东的那个布农部落，有一个桃园部落里面，然后所以那本书的他讲的就是花莲阿美族的故事，然后再就是有布农族还有台湾族三个不同的族群，然后三个不同的传说故事。然后我们最主要呢其实是所得呢跟版税呢全数都是留给在地的学校或是单位。希望说可以有更多的师资，然后因为这本书，然后有更多的经费，可以让更多的不同领域的老师都可以进到里面去，这样子陪伴孩子学习。事实上，这个雅金老师，你付出的，他说是一个专业上重要嘛，是你愿意花这个时间呐，因为跟他塞车入去，搁出来，吼，然后一样的终点费，而且有当时你还利用礼拜六礼拜天对吧？可是我感觉很欢喜的啦，就会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更重要的。它其实你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我去做服务，可是呢其实私底下呢其实他们给予我很多很多一些正面的能量。比如说小朋友就会很期待，他们会很期待说你要来上课啊，你怎样说你走那么远，为了摆弄来拜安的所以他们都会等然后上课的时候会很认真。这个上课很认真对老师是很大的回馈齁。对，那很大的一个动力啊。我有遇过那个比较那种像那种台中啊台北小孩子齁，他去上课齁，无论上什么课，他的态度就是说我是被逼来的，我是我爸爸妈妈报名了，我只好来的。这个就是很多比较多这样的问题状况了。可是在部落齁，在偏乡就会因为他们没收宅好去啊。然后其实他们的生活经验其实远超过我们都市的孩子，甚至我们大人，他们的生活经验跟体验。什么样的生活经验？所以他们很喜欢透过绘画的方式，或是创作的方式，或是他们也会摄影哦，拍照，然后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子。哇，真的听起来我们都
很反而很羡慕这些小朋友好，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很谢谢这个张雅瑾老师一碟这个在都会做时尚造型的工作，也做过电影《海角七号》，而且很专业，而且等于服装造型，然后已经嘛是等于华联，而且六日五六日还加班去部落尬小朋友，而且还说自己得到的比较多，对不对？真的真的得到很多，他们给我很多的力量支持着我这样子。这样好，那我们今天谢谢雅瑾老师接下雪兰的后门，多谢你。好，多谢，拜拜拜拜。好，等一下回来。